太阳星君曰：脚踏无量地，风云透地开，头戴铸宝塔，娑婆大世界。东方圣人说，呼吁救欧元必须脚踏实地，心胸广大不狭窄，叫做脚踏无量地，就能帮人民拨开乌云，叫做风云透地开。救欧元必须把神明放头上，叫做珠宝，神明的法宝，不是炸领国库，然后把珠宝放头上，头戴珠宝塔。救欧元必须以广大的心胸帮人民展开世界，叫做娑婆大世界，不是搞封建，乱下禁令就是封建制度。封建就是把人民锁在小空间，封建与禁令就是阻挡人民生活科技生态发展。东方圣人说，所有神明写的经书，不是在讲神明他自己是如此有这样做，而是神明要你这么做，要你照他所写的那样去做。例如经书写，弥勒佛身放毫光斩群魔，不是在说弥勒佛如此，因为弥勒佛已经要那么做了，所以不是告诉大家这是弥勒佛在做的事，而是要告诉大家，你必须跟弥勒佛跟所有神明一样这么做，身放毫光斩群魔，敞开你的心胸，来斩除你内心的魔鬼。东方圣人教大家如何看懂经书，而不是只会唱诵赞扬神明。神明是要你照经书所写的去实践，不是只会念诵，只会称赞敬仰恭送神明，却不遵从神明旨意。如此这般就是假情假意，做假动作，如同救欧元那样假慈悲假正义假人道精神。天启示录第59章。在。